诚心礼拜，恭祝白王爷圣寿无疆，一拜，再拜，满拜。仪式典礼，典礼开始。请客接杯贵宾就定位副财务次长李连纯先生，次长张永江先生，乡长林德健先生，东宁指挥官赖正峰先生，十年建构得百载香火，巍峨庙堂经各方善信人等慷慨捐助及支持，经辉煌落成。4 3 2 1，请揭牌贺寿庆。